情来到这里呢就是大事儿。那这座城市呢就是关注足球，足球是他们唯一的大事儿，这场比赛也不例外。幸好啊，美好的天气对于确保上座率来说，哎，也功不可没。据线人报告，今天一票难求，希望比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。你看，美好的天气，美好的球迷，还有我们这样美好的解说，比赛怎能不美好呢？大家共同期待，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竞技场之一，非常值得欣赏。OK， 我们一起进入比赛时间。阿斯西奥就在本泽马脚下，伊斯科皮球弹了出来，选择地面球，他能否找到射门的机会呢？托尼克罗斯，伊斯科，贝尔将球塞过去，起脚吗？起脚射门，是一个边线球，近端，费尔南迪尼奥球转移到了边路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他选择低平球传中，能进球吗？出色的化解了险情，不错，能像这次扑救体现了他的身价。贝纳尔多席尔瓦没有选择长传，门迪跳起头球，毫无威胁。卡塞米罗直接长传。怎么传到禁区，非常犀利的盘带，漂亮的直塞球，他选择回敲，近端，阿圭罗已经进入了威胁区，孔帕尼要到前场，席尔瓦，席尔瓦，席尔瓦马脚怒射，这很难判断落点，漂亮，门将可能手都震麻了。阿圭罗一记长传，发起反击，阿森西奥伊斯科位置很好，不要犹豫，费尔南迪尼奥这脚踢得很远，托尼克罗斯球来到了左侧，伊斯科打一脚，一起马上中场休息了，非常关键的一球，
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比赛的上场比赛结束了，好的，经过45分钟的激烈对抗，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，但是这里唯一的进球却是堪称上半场的高光时刻。再说比赛很精彩，他们对自己上半场的表现和比分一定非常满意，他们一定希望保持住这个势头，直到比赛结束。多么精彩的半场，我们还真是有幸能看到这样一场比赛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下半场。现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打响，一球之差，这个比分很关键。费尔南迪尼奥、阿森西奥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大卫席尔瓦、贝纳尔多席尔瓦，球在阿圭罗脚下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可惜了，这个球传得不准。斯特林球出了边线，斯特林、阿圭罗、贝尔，没错，他们就应该这样打，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球门施压，对吧，老块？大卫席尔瓦，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球在斯特林脚下，金多安偏折出了底线，角球，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，好像是要换人。德布劳内替换上场，他的作用就是给锋线球员喂饼啊，我们应该会看到更多的跑位。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分到右侧，伊斯科踢到大门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，门前失射，他们成功的把球破坏了，展示了华丽的技巧。中路有几名队友在接应，卡瓦哈尔传中，帕尼排除了险情。他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们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，不过他们仍然领先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需要高质量的传，直接打门。比赛结束，精彩的比赛，双方都有可能获胜，比分差距很小，只有一球，不过已经足以分出胜负了。我想说啊，当他们取得进球之后，他们对比赛的形势判断会非常的准确。